乖巧。我们到啦，给小混混穿衣服。你这个齐刘海怎么这么可爱？混混在看马呢，人送他好大呀！你回来说一句，这个真的是好大个送他，这一个一个好完整，这个送他好可爱，好像炸了毛的猫尾巴。囫囵在闻牛粪，没见过。囫囵心想：为啥不埋呢？这么多土啊！进入了一个结界，这个地很松软，是走起来舒服呢。哇，这个高山杜鹃好多啊，大家看看这颜色好漂亮。然后它还有长了好多须须，这个须须我们家的那些板植植物特别需要这些东西，好好看。这个小松软，想走那个路，只想走这儿。现在没什么人了，也进入比较安全的区域，不太会有其他动物，然后我们就把囫囵解开了。这个小囫囵和小枣都是可以跟随的，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们从小出来玩的比较多练习的，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的尝试，一定要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做这种无牵引的跟随，让它跟着走。哎，这样我就比较省劲儿，因为不用扯它，然后它也比较自在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但是你叫它它就会回来，而且它也会主动的跟着我走。Thank you.
竟然比带狗还要爽，团团圆圆都有点担心他们乱跑。带狗猫有带猫强，他带狗强。对对对对对。我们在这儿休整一下，然后奶奶穿着我的衣服有点热。刚没感觉，这个真的有点大，呼伦比比。进进，进来。呼伦要休息一下。休息休息休息。来，这儿真的好安静啊。特别像小时候看孙悟空的时候，就这样的环境突然就会闪现一缕青烟，出现一个妖怪。小青吗？累了，累不累？吃点肉吧。累了，是不是累了？哇，这么凶的眼睛呀、啊！它是在警惕是吧？正常就是这样。在家里不是啊？在日常凶。日常长得凶。这是只猫咪吗？是的。又抓到我的小肉包了。哇，这是猫咪，它叫什么名字？它叫什么？嗯，囫囵，走吧。小蘑菇好。嗯。小蘑菇伞，陀螺大，陀螺转圈圈。走了，走了。阳光洒落在群山。走了。有一次温暖相伴，想定格此刻的绚烂，没什么不同，陌生的风景和面孔，快门响起那一刻，走到了小河边上。胡伦，走，走吧，走吧，胡伦。哦，过去和未来，敢的小猫，回忆不怕被冲淡，有瞬间成像的浪漫。我们今天可能也不打算继续走了，现在3:30，所以我们就在水边这儿玩一会儿，拍拍照，就准备下山。是不是还有梦？ You will never be alone，只向着远方一起走，喜怒哀乐都从容。这真的是一个打
趴点，你看人家是连前面的脚蹬子都给你准备上。在这儿，下吧，下吧，我们下来吧，玩了。打卡结束。回家。回家。胡伦确实玩累了，再钻到猫包里了。我们现在在下山。胡伦头朝的。那个后备箱的玻璃，脸看着外头，屁股对着咱们。好了。你要不开一个除味儿吧？这就去办。小胡伦回来就睡了，估计今天能睡个好觉。小毛驴。拜拜。